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我们要进入到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了。哇，这封信好长哦。这封信里面提到了非常多基督徒生活当中很实际的一些问题。接下来他谈到一个教会所要面对的，就是捐项，也就是说慈惠。当时在耶路撒冷那边有一些教会，他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而在哥林多教会里面，他也鼓励我们不要只单顾自己，我们要看到别人的需要，成为一个基督徒，这是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恩典。主把各样的福气赏赐给我们，但是主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使别人得福的人。我很喜欢诗篇23篇里面那句话说，福杯满溢，福气要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，以至于我们周围许多的人可以因你因我得福气。因此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，求神帮助我们不塞住那个怜悯的心。但是在教会面对慈惠捐项，把一些钱财捐献给别人的时候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保罗一样提醒很多很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。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我们平常的时候，个人要把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，换句话说，平常就要做这件事，不是等到临时有需要了来抓看我现在口袋里有多少钱就拿出来，不是。也就是说，这件事情应该在我的预算之内，在我的人生的预算、生活的预算里面，有没有一个部分是专门为使别人得福的呢？所以他提醒，而不但是在预算，他提到说这个东西不能够是临时的，也就是说刚刚好这个月有一点剩钱，或者是我刚好看到有一个需要，而是在我的生活当中，我就这样告诉我自己，这是我的价值观，我活在世上为要使别人得福。所以很多人都为自己的财务做预算，对不对？这是好事，为我的财务做预算。但是在预算的过程当中，食衣住行，可能我要捐多少钱，我要有多少的一些存款等等，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。而提醒我们那个慈惠，这个慈惠还不是十一奉献哦，这个慈惠是另外一部分，也就是不只是 我本来就是该当给神，而是我里面有一个期待，说我要看到别人的需要，所以我平常就预备好，免得我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能力。但是如果这就是我的价值观，这就是我的行为模式，我奉主的名祝福你，你会经验有给别人就必有给我们的，而且上帝上尖下流的倒在你的怀里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也提醒另外一个角度是说，他说要照自己的进项，换句话说，在做预算的同时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我要有这样的想法，我就是要服侍别人，另外一方面我要看到我自己的能力，照自己的镜像，也就不是哇很冲动的突然看到人需要我整包钱都给他，然后呢然后我自己生活出问题。这就是做预算的价值，对不对？第一，我要看到这是我的价值观，上帝呼召我成为别人的祝福，因此我平常就要预备。第二，照什么预备？照我的能力，神给我多少能力我就做多少事，让神悦纳我们在神面前这样的预备。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经常犯错，你却依然选择原谅。
将我围绕，我的生命又是受到煎熬，原来你要让我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，现在我终于明了，原来我的一切你早已知道，寻找，紧紧把你抓牢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不配，你还把我当成至宝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，我如此渺小，你竟扶持着我让我依靠，我的生命又是受到煎熬，你要让我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，现在我终于明了，原来我的一切你早已知道，此刻我要努力寻找，紧紧把你抓牢，生命又是受到煎熬，原来你要让我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，现在我终于明了，原来我的一切你早已知道，此刻我要努力寻找，紧紧把你抓牢，知道有你在这儿。